啊！奇怪，我药才骨奈有淡薄疼。这是你的检查报告，你家己看。我靠你！你有被吓？My rich wife，你的财产我会好好运用，愈白愈宽。完成你当初对我的愿望。 现在我大概受伤，你都会出现啊！我无愿意啊！受伤又伫山坎发现，你昏倒，佮规身躯拢是伤，赶紧报警，甲你送病院。所以你到底是发生什么意外？你莫甲我讲，你雄雄良心发现，佮佮你的人生做伤侪歹代志，所以你想袂开就跳落呢？莫伫遐拍哪里啊！这个是意外，无啥你看。上好是意外。 我讲意外就是意外，你若是有时间伫咧遮，不如好好去调查狒狒代志。迄案件我拄咧调查，然后呢，柯小平有答案啊？有发生淡薄状况啦，所以柯小平哦，我甲伊无去调查。只要迄个证据无伫周公平手头，我就还阁有机会。你即马好好静养就好。 这是点么小夸张？无啥重要，我即马就要出院，我要到三天了。柯小平，小心，你先莫着急要出院，你的伤阁需要观察。有啥物好观察嘞？我人好好的，可以当行。啊！奇怪，我有只骨内有淡薄疼。杜成恩啊，我还是苛刻你哦，乖乖住院啊。 医生专业评估报告，就算你家了破，并无代表你无代志呢。你是不是要看心肌这报告？你看我的臭话！我无迄个意思啦，我只是认为讲你住伫咧病院观察一阵啊，因为医生有讲啊，你这状况有可能是暂时的，嘛有可能是一世人的。好，别搞我，你走，我无收你伫遮去后山。 那呢，我叫人来给你办下完啦，啊！柯小平，这拢是你害我的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